华山内功心力拳的拳种，它的总称心力六合八法，三行十二式简称为六合八法。此术十分强调心力形体相结合的观念。所谓六合，就是体以心合，心以意合，意以神合，神以气合，气以动合，动以空合。大法就是气、五行、水、体、环、热、腑。其八字的解释意思是这样的：气，行气即神；行，象形魔法；体，顶现虚空；热，静定守虚；故，古静内敛；水，言通则隐；患，往来反复；腑，隐现藏机。三行所指，既是在行前走下时的姿势和走